终于暗黑武术大会展开了，但是身为队长的优助仍然是睡紧觉、啊。第一个回合由桑原对陆游怪之中最小的灵驹，虽然他人仔细细，但是功夫很犀利。在激战之下，他使出秘密武器恶魔摇摇，完全将桑原控制住吧。撞马染血的玫瑰，快啲抢佢！哇！睇你仲有咩办法同我斗？唔使留手噶，快啲搞掂佢啦！继续啦，我俾机会佢透气。好犀利啊！代表陆游怪嘅灵驹使出嘅秘密武器恶魔摇摇，令到桑原陷于苦战啊！壮马，你帮佢训练似乎都系白费心机啫喎。只是用那两把剑是抵挡不到的摇摇的。未必的，桑原还未使出他苦练的成果。真是可恶，我一定会教训你。你都算挺捱得，搞到我现在都不知道多攰啊。哎，算啦，跟住仲有好多场比赛要我打嘅，就捉住捉缺把啦。喂，做咩啊？喂，我呢个细佬几时开始中意喺咁高嘅地方玩嘅？正流姐姐，你唔好讲笑啦，万一佢由咁高跌咗落嚟嘅话，咁肯定粉身碎骨啦。正流姐姐啊！桑原佢系你嘅亲生细佬嚟噶，你点解好似一啲都唔紧张佢嘅安全感嘅？再系咁样落去，佢真系会冇命噶。系命运嚟嘅，咁都只可以怪佢条命唔够硬啫。细佬，放我落嚟！风景系咪好靓咧？不如等我将你再升高啲嚟玩下咧。多谢救星卫啦，我落嚟啊，我啊，有咗。优助啊！而家桑原佢有危险啊！你快啲起身救佢啦！你听唔听到啊？优助啊！哎呀，真系蠢啊！嗌到咁大声，咁即系讲晒俾啲妖怪听，佢系优助嘅朋友嚟啫。睇球赛系咁噶啦，啲观众咁样嗌法啊，好平常嘅啫。佢嘅处境好危险啊！你呀、啊，快啲过去救佢呀、啊！吓咩话？叫我救佢呀、啊？我最怕打交噶啦，小五军大人不如你去。啊，我自己去。其实啊，每当遇到困难嗰阵，系要自己去想办法克服先有进步噶。而且有牡丹喺度，再加埋桑原嘅姐姐，佢哋搞得掂噶啦。极系啊，莹子啊，你做乜嘢啊？你想去边度啊？我谂喺呢度点嗌，佢都系冇可能听到噶啦，都系要喺佢耳仔边嗌先得噶。点啊，小妹妹，乜原来你系蒲饭优助队嗰边嘅？你唔应该留喺度嘅，呢个大会系特登为我哋妖怪开嘅。你哋啲妖怪好叻咩？我朋友优助，佢个试过曾经死咗，然之后再复活啦。越睇你咧，我就越想吞咗你落肚，一定好好味啦。好热啊！正流姐姐是识啲嘢，两三下手势就赶走咗佢咯。呢度弹落去肯定会粉身碎骨。你想点啊，灵驹？如果你有种嘅，就放我落嚟同你正式打翻场。喂，优助，你听唔听到啊？桑原而家好危险啊，快啲起身救佢啊！桑原啊，你要俾心机啊，你一定要同佢死过噶。喂呀，放我落嚟啊！哎，真系卑鄙！喂，放我落嚟啊！好啦，桑原选手而家俾灵驹请到好高嘅地方啦，睇嚟佢今次一定实死冇生噶啦！打死佢啦，快啲啊！桑原而家就俾机会你做空中飞人啦！哇！玩完啦，相信佢今次一定冇命啊！
桑原，你哋果然好聪明啊，唔知呢种咁嘅情形系咪叫做情急自生呢？不过咁啊，虽然头先啊唔可以炸死你啊，但系你咁样一直冲埋嚟我度攻击咧，只系自杀啫，啲鱼鱼会攞你嘅命噶。哈！我将你同你同归于尽，你系死啦！咁系冇用嘅，只一把直不甩嘅烂剑啫。咩话？把剑竟然会转弯，一直冲落我呢边嘅。侯爷，点会咁？邻居啊，快啲向后边跳啊！冇可能避开啊，今次弊啊！我都估唔到我咁犀利喎。点会咁噶？知道我犀利啦啩？又真系几醒啊！犀利啊！哇，犀利啊！双方双方都中咗招，而且跌晒出擂台外面啊！得分高下，得分高下。呢啲就系苦练嘅成果啦。冇错，佢进行得分嘅目的就系希望令到佢把灵剑可以自由咁变形嘅。我数十下，睇下边个可以翻擂台度。一。问题就系、是、究竟边一个受嘅伤比较重啫？呢场好难讲啊！看嚟双方面受嘅伤都唔轻，好可能呢场比赛系打成平手。起身啊！快啲起身！你个四巡。好。哎呀！邻居企翻起身啊！咁即系话陆游怪到输赢一度喎。真系估唔到佢呢招咁犀利噶，好痛啊！要快啲用妖气镇压住先得啦。灵区选手数到五下嘅时候，就已经可以翻上擂台啦。算啦，呢个回合最后嘅胜利始终都系我啊！咁快就话自己赢？喂喂，你个桑原啊，成个废人咁，连靓仔都打唔赢。六，讲乜嘢话？而家桑原选手可以起翻身啦！哎呀，你只死猪啊！你头先讲乜嘢啊？你话边个系废人啊？啊！喂，有冇搞错啊？瞓咗觉都有咁多嘢讲。八，而家八啦！咪住咪住先啊！我上紧嚟噶啦！我真系估唔到佢会咁挨得噶喎！起啊！哎呀，做咩？做乜嘢啊？搞啦喎！咁搞错咁算点啊？又用嗰啲摇摇，喂，等阵先，喂。吓！哎呀！真系冇鬼啊！有结果啦，老油怪队嘅邻居赢咗第一个回合啦！有冇搞错啊？我边有输啊？再打几场我都得啊！放马过嚟啦！你唔好同我讲笑啦，我唔打啦！我从来都未遇过啲咁襟打嘅对手。的确有啲本事啊，可以控制到佢离自己咁远嘅遥遥。哼，呢个斗争嘅比赛规例救咗佢啊！你听住啊，阵间比赛完啊，你喺后门嗰度等我，我哋再打过。睬你都傻啊！你以为呢度系学校嚟咩？我睇佢一定系黐咗啦。都话咗将比赛当游戏，唔会有好结果噶啦。等我示范下咩叫真正格斗啦！旅途出嚟啦！好啦，呢一局等我嚟啦。是时候俾啲精彩表演现场观众睇下。壮马，嗯，你千祈唔好谂住系咁依出手打赢佢就算啦，一出手咧就要令到佢以后冇得再害人啊，知嘛？得，我识点做。
就仲猛起身啊！好啦，等我出埋去搞掂佢啦。牡丹啊，咪住啊！你好地唞翻阵啦，我哋会搞掂班妖怪。咪乱讲啊！如果休咗佢仲未瞓醒啊，我哋要代替佢出战噶啦。哼，头先已经分咗胜负噶啦。咪住先啊！嗯，不如等我嚟帮你哋手啊！哎，系你啊，牡丹！你快啲翻上去啊！呢度好危险嘅。做乜要我翻上去？我都系想睇下有啲咩可以帮手啫嘛。嗱，咁你嘅意思系唔系话想代替阿优助佢啊？我边度打得啊？你哋听住啊！而家开始就由我嚟暂时做你哋几个嘅领队啊！你话咩话？喺比赛嘅期间，我会为大家提供全面嘅照顾同埋作战嘅指示嘅。哦，原来系咁样系嘛？咁就真系唔该晒你啦！喂，起身啊！快啲起身啊！你个幼助真系啊！咪阻住啦，行埋一边慢慢搞好唔好啊？真系激死人啊！成日都俾麻烦人嘅。系啦，喺特训嗰阵咧，我都觉得有啲奇怪噶啦。阿壮马佢咪有条长尾鞭嘅，究竟佢平时收埋喺边度噶？其实条鞭只不过是一朵花嚟嘅啫，喺吸收咗妖气之后，呢朵花就会变成无坚不摧嘅长尾鞭。就算系路边嘅杂草落喺壮马手上，都会变成犀利武器嘅。跟住就壮马对旅途开始。听讲你脱离咗妖怪同凡人一起生活噃。简直是难以置信啊！难道你真的决定同凡人一起嚟对付我哋？呢个长头发嘅男仔并唔系一个普通人嚟。吓，原来你都睇得出啦！佢死咗嘅话，你一定会好伤心噶啦。系用镰刀。看来强弱很悬殊，壮马看懂了他的路数，你也算不幸运了。正话那个邻居看来是他们的第二号人物来的。那又怎样？他只不过是靠运气来赢我而已。激气啊，那怎么可以打赢？全田园先生，你不是说想找这队绿油怪队来打败我旗下的护鱼女队，神创了一个神话这样的？这样的了，我看打败蒲范优助队都不容易。看来你都没什么特别的本事，都是等我爽快一点了结你。你妈妈的命在我手上，你怎么看男野兽人？你怎么会这样的？啊，又会这么卑鄙的？对呀。啊，正一衰鬼嚟啊！喂，啱乜鬼啊？你见到嘛？只要我揿下呢个掣，咁我手下嗰班妖怪就会即刻采取行动，送你妈妈落地狱噶啦！你应该明白我嘅意思噶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孝顺嘅人嚟嘅。果然好识做啊，咁先系噶嘛，你要顾住你妈妈嘅安全嘅。我，你咁算咩意思啊？揾粒咁细嘅石仔嚟掟我，系咪唔可以还手，所以咁样嚟泄愤啊？我话俾你知。我不准你作出任何形式的反抗，将你上手放在后面啊！你只可以做一个任我鱼肉残废妖怪，你听清楚没？哎呀，你的目光好可怕哦！如果你想反抗的，我是无任欢迎的，但你应该知道反抗之后会有什么后果的啦。究竟发生咩事呢？壮马选手好似听晒旅途选手话喎。喂，壮马佢到底搞边科啊？精春才，我明白啦，旅途一定系识得用催眠术噶。好啦，趁佢冇晒反应，快啲手送佢归西啊！拜拜。呢个旅途啊，成世都净系识得用啲卑鄙嘅手段。
唔理用咩手段都好，只有胜利先代表一切。你估我唔知咩？唔敢反抗啊？又系嘅，你咁有良心啊，点会做得出啊？系啦，不如你试下用条鞭向我攻击，或者可以打中我嘅。不过我会可能痛得滞而揿咗呢一个掣噶噃。擂台喺度搞乜鬼啊？唔好再嘥时间啦，快快脆脆送佢上西天，咁咪干手净脚啦。哼，奇啦，撞马喺度做乜嘢呢？一定有唔妥啊！撞马选手依然系喐都唔喐得，到底佢系咪已经丧失咗斗志咧？你点解唔出声啊？吓！我而家玩得好开心啊！你真系一件好好玩嘅玩具嚟噃，任我点做真都唔会反抗嘅。哇！旅途选手一味向撞马选手攻击，但系撞马选手就完全冇反击嘅意图啊！可恶！你啲咁嘅眼神好黑我憎啊！我只系中意睇到嗰啲向我乞求嘅眼光，你明白未啊？我警告你唔好再赖住我啊！老阿，我而家心情真系差到极点，唔糟蹋到你死，我系绝对唔会罢手嘅。首先我就要你跪喺度帮我舐鞋底。如果令我满意嘅话，我就都将你送落去地狱啦。当然啦，我系唔会揿掣等你死得眼闭嘅。以你咁孝顺嘅性格，你唔会话唔答应嘅，系咪啊？我唔答应。吓咩话？冇所谓，你有本事咪即刻揿掣。你终于露出你本来嘅真面目啦，系咁以吓吓你啫，就即刻识得明哲保身。你系咪觉得你妈妈条命唔及自己条命呢？其实你同我都是同一类的妖怪嚟嘅，为了保护自己条命，就乜都得噶啦。揿掣，我就揿俾你睇下啦。只手指，我点解喐唔到噶？令人作呕，但我都要再重复一次你所讲嘅说话。你进行咗最危险嘅赌博，你以为咁样威胁我有用嘅话，你就错啦。发生咩事啊？而家轮到旅途选手喐都唔喐，企喺度。头先我哋身上种咗粒前身草嘅种子，我谂而家佢嘅根已经伸展到你全身。原来正话，你专登用粒石仔掟我，系你嘅目的嘅。你真系太可恶啦！啲种子系完全受到我嘅控制，而且会生长得好快添。你即刻就会冇命，好彩你只系一个无耻之徒，所以我完全唔觉得内疚。千祈唔好啊！喂，我哋大家都系妖怪嚟嘅啫，正话不过同你讲下笑嘅，都系我唔啱嘅，你放过我饶恕我条狗命啦！求下你啊，唔好攞我命啦！死啦！真是讽刺，这些无耻之徒的血竟然种出这么漂亮的花。这个回合撞马反败为胜，现在两队是一比一打成平手。正一白痴，这样做只是要求撞马杀死自己而已，你放心吧，他手下的妖怪会跟他一起消失的。连你都看得出，赢了咯。是啊，喂，究竟发生咩事啊？你快啲解释俾我听啦！我都好想知啊！迟啲先啦，迟啲先啦。啊，呢两只嘢啊，鬼鬼马马咁嘅。迟啲先啦，唔知几时先得噶？撞马终于为优助队抢翻个局，但系陆游怪队仲有好多深不可测嘅高手，咁下一局会点呢？チーム最強の戦士ゼルの登場だ。ヒエ、あいつの炎はただの炎じゃねえ。あれをまともに食らったらお前でもただじゃ済まねえ。
あいつの炎に対抗する技を持ってるのか。なんだあの見たこともねえ構えは。あ、黒い炎が。次回未完の奥義、炎殺黒竜派。伊達にあの世は見てねえぜ。